家好，我叫蒋立武，我来自中国，我的 top code hand 也是蒋立武。在新年的第一天，中国人第一件做的事情就是拜年。在新年的第一天，晚辈们会向长辈们拜年，长辈们会给晚辈们一个红包，我们就用这个包包来抓红包。最后，在新的一年里，我祝 top code 再创辉煌，前程似锦。也祝 TOP CODE 的全体社区人员新年快乐，恭喜发财。